Gabby， 我知道你有玩呢個 low 模相機嘅呢個嗜好㗎，係嘛？係啊。其實點解你咁中意玩呢一種嘅拍攝手法呢？因為雖然而家好興數碼相機啦，但其實我覺得用菲林影出嚟嘅相機嘅質感咧，係比數碼相機更加好咯。而且咧，當你等住張相出嚟嘅時候咧，你個心情嗰種期待咧，唔係數碼相機可以俾到嘅。好想知道出嚟啊！我講，其實我都知道咧 ，low 模呢個態度咧係講究一個隨性啦，一個嘅無拘無束啦，同埋親身體驗嘅感覺嘅喎。另外佢仲想帶出呢一個嘅另一個拍攝手法啦，就係可以咧最自然啦，回歸最自然同埋最基本嘅，咁所以咧好受而家時下年輕人嘅歡迎嘅喎。係啊，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咧。都喜歡玩 Lomo 啦，因為咧 Lomo 相機嘅外形咧好吸引啦，好型啦，咁咧係啲潮人咧好追求嘅。咁我哋係咪應該多啲了解喺呢方面嘅文化呢？係啊，所以我哋今日嚟到上環嘅呢一間鋪頭咧，認識一下呢一種嘅拍攝手法喎。嗯，好啦，我哋周圍參觀一下。嗯。就是活動推廣的阿 Dream 啦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阿 Dream 你好，咁我哋想知道咧呢個 Lomo 拍攝手法點解會興起嘅咧？其實一開始咧就係由美國開始嘅，咁然之後佢咧就傳到日本，咁你都知道香港人好中意日本嘢噶啦，咁有啲人咧就會入日本嗰度入咗啲水貨翻嚟，即入咗呢啲咁嘅相機翻嚟，咁開始咧就係譬如啲設計師啊、攝影嘅人啊、藝術家中意影呢一個相機，咁因為佢我諗個效果比較特別啦，唔係譬如一般數碼可以做到嘅效果，咁慢慢就開始普遍啦，咁啲人會中意哇，平時我數碼影唔到嘅嘢喎，比較特別喎，可以令到佢哋慢慢比較容易啲去接近到佢，哇！我都可以影到啲藝術嘅作品咯。相機咧有啲咩特別嘅之處呢？其實特別的地方咧，譬如有一些譬如重複曝光的效果啊，或者一些長時間曝光啊嘅效果，咁我諗係人的投入會多啲嘅，即係譬如我要跳嚟影啊，或者係要做到啊幾個影像重疊埋一齊咧，咁呢一啲相機佢都因為係用菲林啦，咁所以冇限制咁多咯。啊！阿 Dreamer， 其實初學者適合用啲咩機影呢？其實譬如呢一邊嘅 Fish Eye 魚眼相機啦，咁其實都會幾啱嘅，因為佢影出嚟咧就係魚眼，即係一個好闊嘅角度啦。咁好似譬如大家譬如對於大頭狗啊或者咁樣嘅相嘅話，可能會熟悉一啲啦。咁同埋佢入邊都會有閃光燈，咁譬如夜晚啊或者日頭都可以影得到咯。佢咁我知道好似呢個 Fish Eye 咧有分兩代喎，點解要即係有啲特別咧？其實兩款。其實如果是二代的話咧，佢會多幾個功能嘅，譬如佢又可以再插多一個閃光燈喺出面啦，咁佢就可以有幾種顏色嘅閃光燈嘅，咁然之後裡面咧佢都會有可以有長時間曝光嘅功能啦，咁佢咧就可以插一個外置嘅閃光燈啦，令到佢可以影到唔同顏色嘅閃光嘅效果嘅，咁另外佢亦都會有長時間曝光啦，譬如你夜晚一啲好浪漫嘅地方係唔可以加閃光燈嘅，都可以影到咯。咁原來呢啲咧相機會隨住呢啲愛好者咧慢慢去演變啊，再配合佢哋嘅喎。咁如果好似我呢啲可能真係玩得耐咗啦，專業少少噶啦，咁想知邊一款咧啱我哋啲人玩咧？其實如果專業啲嘅話，譬如有LC 啦呢一個，咁其實 LC 咧佢係會嗰做到嘅嘢會更加多一啲嘅，譬如你可以用唔同度數嘅菲林啦，譬如唔同環境都可以影到啦。咁另外佢都會有一個重複曝光嘅，即係兩個影像重疊埋一齊，咁咧就係連焦距都會有嘅，即係可以有 focus 到啦。即係你可以哇，我要清啲嘅前面，後面朦啲嘅，咁樣都可以搞得到。咁就令到更多啲拍攝嘅愛好者做有更多效果做咗出嚟啦。冇錯。我想問下 Dream 啊，其實咧有中意玩呢啲影相呢啲機嘅人咧有好多啦。其實有冇搞一啲大家一齊玩嘅活動咁啊？其實都有㗎，我哋間唔時會有一啲譬如攝影嘅比賽啦，或者一啲攝影團咁樣嘅。攝影比賽添啊？冇錯啦。咁多數咧都係有趣啲嘅，即係唔會係就咁影完張相就交咁樣。譬如我哋會借一啲相機俾佢哋啦，咁一齊出去可能譬如有一個路線嘅，咁然之後有啲 mission 你要影某一啲嘢，某影某一啲人。收集所有啲相翻嚟之後咧，就一齊砌一啲 Lomo 喎，即係一啲用相片平
出嚟嘅一啲牆壁。冇錯啦。哦，咁都好有趣喎！點解良性競爭嚟噶嘛？大家鬥下邊個影得係好啲、效果好啲，同埋 share 佢嗰個感，即係分享個感受、拍攝嘅心得啊嘛。冇錯。咁我想知道咧，嚟緊咧呢個拍攝手法咧，邊會興邊啲相機多啲咧？譬如好似一啲戴安娜嘅相機。哦，即係好似身後呢一款啊嘛。冇錯啦。O K， 睇一睇啦。咁其實戴安娜本身咧就係60年到香港出嘅，咁但係之後咧就執咗粒，咁我哋其實邊一個牌子都唔知道。咁但係咧，咁但係我哋就就將佢復古咗翻嚟，即係有啲 copy 咗出嚟，咁然之後再加啲新嘅功能落去，譬如針孔攝影啊咁樣。咁另外都會而家出咗一啲叫做塑膠嘅鏡頭啊，咁譬如可以影到魚眼啊、超廣角啊，咁或者係叫近攝啊，咁樣可以一部相機可以做到好多嘅功能，可以換鏡頭咁樣咯。咁咪啱曬 Tabby 啦！呢啲咁中意拍用呢啲相機影嘅人咧，就可以又可以做到唔效果啦，係嘛？你如果你有呢啲咁好嘅效果相機，你會點做？我覺得我會好靚啦，同埋咧會幫佢化妝整靚佢咯，整個屬於自己嘅風格。講咗咁耐，其實我都好想自己有一部擁有一部呢啲咁嘅相機，拍多啲唔同嘢喎。咁不如咁啦，你同我哋得閒又帶我哋同周圍去影下相啦，介紹下部相機。好啊。可愛教主又回來啦，今次介紹的是西洋燴雞，一看就知道好味啦，不要想那麼多啦，轉頭繼續看啦。